刚毅为什么这会上线的皮肤，居然让我怀疑我不是中国人了！我操！今天上线蛋仔就发现，蛋仔的手从福利换了，不仅新增了一款绿皮，而且还有一款超级时尚的动作，仅需一块大洋，完全不亏的好吧？这是。 本以为爱如火的时代虽然过去了，但是我们还有甩手舞来着。可现在看来，好像甩手舞也成为过去式了。不仅如此，蛋仔还上线两款新的皮肤，虽然我个人觉得不咋地啊，但是他俩的语音包是真的让人很难不上头啊！你好啊，我知道啦。你好啊，我知道啦。啥玩意儿？ 走花路，心领悟。欢迎来到爱给物。走花路，心领悟。欢迎来到爱给物。不是，你会不会说人话？哈哈，刚从新皮肤那学的语音包，听不懂吧，奶奶？那这么说，你知道他们两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喽？我也不知道。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不过说实话，咱们中国上下五千年，每个地方各有各的特色。就比如我这刚刚学的一句粤语啊，不是本地人还真就有点琢磨不透呢。没事，我有皮肤就行了。 好嘛，奶奶，你又背着我抽皮肤呢是吧？有本事你就别抽，自己偷着抽也就算了，还不让我抽，反正这轮盘要不了哥们多少蛋币，老规矩，先单抽我们想要的。你好，干嘛？如果两个一起抽，那可就亏了我一个笑脸币了，全在哥的掌控之中。第二抽继续单抽，哪怕我们非常欧，中了皮肤，买下它也花不了多少蛋币。 我操！第二抽就抽动作啦！看来哥们儿今天是有点小欧啊，下边的动作直接花蛋币买。没关系，反正是来拿下皮肤的，迟早后面都得装。先来个120吧。我来。嗯，姑妈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在抽皮肤啊？哼，一句听不懂的皮肤，我干嘛要抽它？送了我都不要呢。那就可惜喽，我还说要送你一个嘞。 靠人不如靠自己，已知我们刚刚已经抽出了一个动作了，所以后面的两抽大概率也就不可能抽好东西了。你好，再来一抽。你好。 好，那么好，此阵已成定局，下波必出背势，喜欢哪个就抽哪一层的背势。 你好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叫什么？这叫诸葛后人，掐指一算，明明白白。我的天哪！此时再看我们的奖池，还剩下三个未出，所以这还用想吗？保底最后一抽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可我们刚刚又出了个紫色配饰，下一波抽奖肯定就出不了好东西，出不了皮肤，所以这第七抽两层同时选上，那就开赌吧。看来这还用我说吗？ 我知道了。走花路，先领悟。欢迎来到爱给物。哎呦，这小黑，这小白，还真是一种反差呀！看来以后哥们要做导演了呀。姑妈，你不是说好的不抽吗？对呀，我没抽，我对象给我抽的还不行吗？走。